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痴小妹尚老师，今天给我来什么好吃的？哇哦，这是什么呀？我来看看。嘿，我知道这个是圣诞靴子。哼，说起圣诞靴子，我就想到了圣诞节。嘿，圣诞老人拿着他的金靴子，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好礼物。红靴子吗？哎，嘿嘿，也有金靴子啦。嘚嘚，看看我的红靴子，好肥呀。摸起来还软软的。哇，这手感比我的皮肤还要有弹性呢。弹吧。好像是在吃肉。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了。我提前收到了圣诞礼物，看，是好吃的圣诞靴子、棉花糖。我还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棉花糖呢，粉粉的、肉肉的，草莓口味的。这小靴子好可爱，我好喜欢。